第一回来也是来的长白山，名字叫流星花园。哇、wow, 我们一帮人去加拿大度假啊，然后来长白山拍的。在长白山呢啊，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期待来着，就让新乌民路桃花坞。我现在准备过来了，我们让新乌民路桃花坞，我们的他们的霹雳，也欢迎我们的月月。哇、啊，新乌民这会儿在那个什么尴尬九分钟啊，社死。沈月，陈寻帽子。就靠你们了，靠你们了。好了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的天啊，这是公开处刑啊！来之前有告诉你们有这些环节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知道这些就不来了。放下了，于是认真夺战。自我介绍，我的自我认知都不是很清晰。不愧是编导专业的啊！这个平时还爱剪点视频，妹妹不要他了，不要他了，不了吧？我还是留在舒适圈吧，走了。你先说，我说，你先说，我说啊。为什么要缺钱啊？谁缺的？你告诉那个是什么？怎么样？哎呀呀呀！谢谢。在干啥？太忙了。沈月在干什么呀？沈月非常的快，真有劲儿啊！沈月好干，真有意思。永远不装等于没赢，可都可以挑战弟弟王传君那组。我挑最强的，我挑沈月和我救王。他很有眼光，他知道我们是个黑马。他和弟弟非常傲慢的等了几秒。啊，谁玩游戏还让呀？你们为什么第一名啊？我都说了我们是黑马。加油！啊，我是百色狐。这个你自己讲。谁笑着笑自己尬住了？嗯。再不讲了。再也不讲了。再加油！你先说后说啊，平时还没比我们强在哪？哎呦我的！哎呦！那至少你看着办吧。寒风满月，别跟姐姐。小辣跟沈月这头型有点分不清了呢。刚刚我不是这种发型吗？你也是，宝贝。你看吧，三个人的游戏总有一个人是孤独的。再出发！啊！不可能！他的这个行为惹怒了他的队友。所以投给龙哥票的人是很有问题的。我现在记得就有沈月，对，汗流浃背了，这会儿已经绷不住了啊。你也过，我是九五，然后过。上一次和沈月合作的时候是告白气球，先可以把军哥投出去了。其次我觉得沈月的现在问题是最大的。你们不都觉得我嫌疑大，为啥不杀我呀？因为你没自杀呗。什么
你这暴狼式发言，你这真是，我气得腿都抖。你真的太聪明了，你帮我介绍那个理由。沈月认识，王新月就算认识。沈月跟你说的，沈月早知道了呢。欢迎来到桃花坞东北大舞台现场。您刚刚那个动作，就是说我看出来有一定的功夫，接下来的节目就厉害了。我的名字叫全世界都在，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。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？我应该去爱你，不浪费能幸福。也是李佳琦，我要当潍坊。李佳琦，看我，看我，签名，签名，签名。爱上了谁敢反对？全世界还有谁比你？那我快说话，主办方道歉。我手更凉。没事，我给你捂捂。沈月刚才，沈月在干什么呀？我叫沈月，沈月，笑得他自己尬住了。我现在记得就有沈月，我觉得沈月的现在问题是最大的。沈月咋知道的呢？来，请沈月发言。因为我想象中好相处非常多。掌声。你一开始觉得谁不好相处啊？王传君呗。我是南大养老院，养老院里面还有一个天天欺负我的老公。谁犯？贾贾什么？贾蹦，贾蹦吗？是吗？我分不清贾蹦和贾帅。沈老师现在怎么变这么娇羞？沈月，你不挺能的吗？下一次，下次一定。知道今天就不来了。可是有的时候，你越喜欢一个人，就不太会跟他聊天。我是这样的。想想啊，吐了吧。在我的印象里面，王鹤棣就是个小朋友。来了客栈之后，感觉他很会做菜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很有组织能力。这应该怎么总结呢？对，我不总结了，优点太多了，无法总结。快点哭了。